看这一题，他们说下列各组中哪些是这个方程式的解？我们看呢，第一个解，他说 x 哈等于负五 ，y 等于三，那这个是不是他的解？你就把它带进去了，看满不满足这个方程式。你 x 哈给它带负，叫负二乘以负五，啊会不会？我打个问号，会不会等于三乘以多少呢 ？y 带三加一。这边多少？这边是十嘛？这边是九，九加一也是十，所以这等号是成立的。也就是说，这个哈是这个方程式的解，这是对的。再看呢，第二个选项啊，第二小题，第二个选项他说 x 哈等于五 ，y 等于三，那我们看是不是？你把它带进去，负二。乘以五会不会等于三乘以三？三加一，这是等于负十啊，这是十，这两个不会相等，所以这个不是它的解。再我们看呢第三项，第三个选项 ，x 等于四，那 y 等于负三。哦，把它带进去看看，哦，这是负二乘以多少呢 ？x 是四，啊，有没有等于三乘以负三加一？打个问号，这是负八啊，啊，这是负九加一也是负八，所以这是对的，所以这个选项对。再我们看呢第四个选项。第四个选项，他说 x 等于一，那 y 等于一，那我们看是不是？你要把它带进去，负二乘以哈一，那这是左边，那右边呢？三乘以 y 是一加一，这是负二了，这是四，不相等，所以这个不是它的解。所以这里答案应该选1跟3，应该选1跟3。